阿斯改变到早上那种阿巴也不准能拿我们的，我改不用在现在严氏新闻的早上呢，有得对立的，而且这是麦当劳和五月二十二日星期三，得到阿海米的现在新闻的自由时报和FTA新闻麦当的。诺立法院院会那么说五月二十一日，阿们的因阿们的一般审查一些蓝白阵营，他们的人就都要发现在立法院之前行使法修正草案。 阿们达的三万只州阿们达在用到澳国公用的现在立法院和MOU，用到现在蓝白的席次，莫说阿们达在不同的呢，阿们二度通过节目，冇不见阿们达在做条文，因为前两年用到阿们达在马斯克维尔比多基因在之讲，阿们达在控制不打十八生意，阿们达在阿们达在满意那基因在做安全和爱分啊，明年的现在做国会呢调查前。 莫二度通过基因条文单的现在等内部，然后立法院和有关的现在行政机关、部队、法人、团体和现在社会没有关系人等内部，很多都要放到现在相关文件内部，但是那瓦金的么等在，如满级倍数。然后立法院院长韩国瑜的么等在11:46，我是讲等在FTA宴会上会，伊们等现在陈锡委员会。 伊上面在五月二十四日，等下阿们等在伊巴哈审查，阿么马波金在条文。然后地方自治法和呢修正草案，我叫上面在做保障，诶，现在做模样的非物质，而且现在说做，我说说买在伊现在原住民族呢现在参政前，伊那么上面在五月十五日，我们上面在呢没有都是单单的他们的开议。 啊，这些立委现在当然是达斯贝尔，因为法案的修正，但是他们在影响到某种某种，他们在议会那的些事，各个人晓得来我在内政部和我们的，我们的当然和达斯贝尔，用到某某些他们在给那席次，也是那些，买在那代席，那一方他们在一方都是是不单哦，啊，我是那些。 一级中嘉宾。不等我还得现在地方制度法，因为我们的基因的现在原住民的席次，一些修正草案的内部。那么15号，我们等一下，没有说开口都是是不带内部。好，这麦等一座草案也是那些，现在，那么我们等一下就三地乡镇县市，因为三地原住民和他们等一下，我少了我们的1500人，内部，对，没了我们等一下，原来分那边在三地原住民那个印。 那么我们等一下，原名乡镇的县市，那这个原住民的呢，没少那上等一下1500人，对，买了没的我们等一下就，要分了我们等一下，积极给那原住民。那这样的一个修正动议的条文哈，基本上都已经没有去，都是额外外加的哈，外加的就是不影响区域的议员或者是代表的一个名额。 然后，人民立委修正草案的版本现在等内部，用在现在就修法了。但是，等他们等在，奥数是说他们等在满意说人民意愿的席次，一些到你在现在外加，哎，你不，我得啥他们等在，国国的在现在，莫说莫些企业那现在席次呢给应。啊，等于，反正非在现现行地方法制的内部，移民在现在就人口聚集。 我没有要在现在就给那西次的总额，然后立委、中嘉宾现在的内部，然后内政部嘛的上面在慢慢的打的通法，现在人口聚集和我们的建设，每家都他们在做，和听到他们在做，都是不是在那现在草案通过，那么每家，然后对，啊，还没有上面在挂过了的，哇，原住民呢也需要的内部，然后立委苏巧慧现在当个。 你考量到整个屏东县人口的消长，它是下跌的，总席是从55降到43，可是原住民议员的比例是上升的。那我是觉得我们不要忽略了大家一般民众在认知上会一个错觉。 最重要的是精神一定要保障到，好不好？再来就是那个集聚的部分，对集聚的部分，我们再请内政部来提供这个更精确的数字。那他为是内政委员会，伊那么内政部，然后才内政部，会在现在就修正草案的版本。
第二点就特殊呀，因为各县市呢现在给你席次，第二矮点，用到毛不讲点在议会，没有呢，没有呢，上点在遐影响是，人家当然不，第二点在买入我们的大山上人的时间，第二点在一万号，然后的对应号都是不得那，因为阿爸也不准别个。因为不是想那亚次生的三等子，就那国营的大主播一旦呢不是买着那三等子，怎么会乎？俺们当然那把苦肉啊！啊，因为三等子没得可能怎么会乎肉？没三等的马斯克要，因为当时哈买的俺们当阿生在做调调伊，别的去呀，还不个亚次吃那三等子，就那别的把毛在分那贵伊。肉因为三等子42号呢被提到，因为说5月17日别的哈三等子就还不个。然后行政院长陈建仁当的那个 S 米和杨大祥当的百姓那些，因为他们啦，也在我吃鹅肉，发挥肥海，马尾的好时候，杨大祥以后白了都白了。因为马尾肉，外面的三等在遐都不很暖了哦，俺们在下没有那特别些一些肉，爱不爱去白吃的，不是买着。就那块大部分的一些平常的啦，不是俺们的买什么吃么以后，俺们的大了把说苦肉啊。用的马斯克维亚维蒙东说哈，俺们的阿生在做调调伊。阿德维西州埃蒙在现在42号进入北特达，伊那么说俺们等于在5月17日被他专门等于在挨崩啊。后头那专门等于就7月1号，等那专门等于把阿兹哈巴莫在菲那说不要伊。我山路中的等你他们等于在没那说都不要伊。俺们的来挨在我才是他们等于在没挨在现在做断了。用在现在给不在现在北特达，用的等你好用啊。一旦到了中爱州，或者一名的纽西兰籍阿莫克，或者台湾或别名的国籍，我们买只钱都我们只要是那，或者那爱是多八十块也好，八天你到不同的买单的。政府就发觉说，有很多有关这个大自然的运作跟互动，还是要用以前原住民那些老方法哦，传统方法，所以说后来就慢慢把这个重视原住民这个习俗的这个仪式带回来。向日葵其实是象征的，就是鲁本他其实他有很多的祝福跟爱。孤顶花其实是我们周族喜欢佩戴的头花之一。那我们是很荣幸能够在这个地方，然后呢，希望这个地方能够也可以穿越时间空间，甚至穿越未来，然后很多爱跟祝福可以在这个地方。那行政院长陈建仁咪当得了，我带起咱们得啦，爱不啊花们的，我得等以后，阿不为到不等得起我们等着，也许啊，我们等我少，我说买一只，那42号呢，我们得白的打，也许啊，我们等着打那什么的，我问你，叫你等一步，买咱们的那带路还不笨啊，用得下我们等着么，那多一下我们等着有你也许啊，没有啥我们等着那弄目标，买着也是吃那什么就叫我等一步。因为我们在一年的时候到你的时候把奥的时候不碰到那边也是什么的奥的时候碰到那边。开辟这个隧道是多么不容易，尤其是交通不方便的地方，像刚才我们工程公司的同仁所讲的，他们是用他们的生命，用他们的时间，用他们的心力来完成这个42号隧道。它因为涉及到它没有办法用机具去挖掘，所以必须要用传统的这个比较小规模的爆破的方式。那另外也会有这个土方要移植，那我们希望充分的让周边的部落知情，所以我们自主来进行这个原住民部落的谘商同意。现在到林业署，因为北特达现在也要买单诶，那一年下毛麦，一年等于说贵也是不平等的啵，再来等于说，也是行在二的在诶，我要拿单的啵。非但现在下还不个一年等于说米达黄品，达水宝，阿只在现在文字呢，阿只吃那些等于下有啊，明年那买咱们的路达火车的走好，也那些等于说等你丢吧，我就说。因为林业铁路会去咱们等着把木材分的是贵，挖起咱们等着挂都是那咱们等着挂后面的带线着光光的，我那等那部阿爸也不准便宜。在等那排的新闻大联合报，
大型的三等车嘛，等了怎么中哦？哎，那台湾高铁啊，没得啊，刚没有三等车，啊，五十万的三等车，挪个的贵。但东山买单个三等车，么可能是个用那么三等车，只能非要可能三个月就，啊，没得什么东西那三等车用的贵。哎，那些也许等那不啊，他们等那几个我们买张不等那个走。然后高铁公司呢，或者买一张的来说的，就那七月一日，好像都没有两单车走的，欧叔叔出门的人就43班次那的，为了付两单车打车就贵。阿德百姓们单车呢南下，我们23班，那么北上，我们20班，整个三单车买给我这次走，我们1103班次，也两单车为了付下去啊。阿德百姓就那台中以南，阿这次呢是买给的那走。啊，三等车罗曼的三等车，有几位高铁，那么三等车把28整班的那部，过去呢，移民到现在什么整班的那么15班，马车都是不打彰化、云林、嘉义、台南，那么马不三等车也给他那部。因为说好不什么是买在原住民保留地，我们对那罗曼的三等车不打你别来黑他那部。阿卡面说，做单呢，用在现在莫名其妙的背书，阿们等着那弄红目标。那就做没有他们等着毛不？阿们没得没有在现在银行和阿们等着或者抵押一些，或者这样等着多起买着这样等着，没有什么毛不见着，阿是那好一方的背书，买着这样等着，阿是说买那些又还是背书。原来当年我们等着做，没去别在。啊，马哥，我们等着，我们的地现在原住民保留地，马哥别了，我们等着说，第二天的项目到了湖边那些，对了，别了，我们等着开放的银行和原来当年别了，第二天的现在抵押，买着的，我们等着别了，不但的现在原住民，我们毛不讲，我们现在像我，也需要等那不，因为立为吴立华，我们在对那现在相关部会，原来当年我们等着说，我们买的时候都是不在现在原保地，难得是我们等着。胡皮那些的内部，因为说好不些银行，阿来三等在做物价做，而且成了三等在元宝地，当年呢现在做担保，阿个没什么在做，那就三等在低头到么子么子描述那三等在有那倍数，因为但是一些话是倍数，但三等在奥数三等在满意，因为但是三等在做也在建在元宝地，第二点我们的。都要放在现在扶贫那些，买着的三等车，给啊，别的三等车，多年三等车，合理去，啊，干么三等车，咱们的简单和不接触便宜。因为大家都在等这个建价系统出来，才有办法开始做一个贷款的作业，啊，所以这个部分你们有去跟其他的像。圆明会啊，这些开过会吗？这样我们包委是不是我这边是还没有了哈？这个我因为我们越开会会让事情的进度是越快、這個、越有可能实现，是是好不好？就不管是我们主政或者是内政部主政或者是金委主政，我们都愿意来参与。因为元宝地那相等着对方的扶贫那吸收，等到就相等着我们阿爱本啊。因为立委吴立华以前的内部。第二天在香港才说相关部会，第一部他们等在就召开了公听会。原来那里不，我三路站等在都进来都在休啊。啊，这代先生后，因为吴立华一旦待在，那那关心那那部，买代现在新秦安翻代政策，那么买代现在好些了。我变了就，他们都在多一年，我们等就干毛和半片的那毛是等的呀，啊定义。也没有把它背书的那部，但整个东山那一项等着也是背书，没有上的连着六成去走，我们没管等着，我上了还顾忙。这个是资料来源廉政中心嘛？哎，那大家都在说这些100万以下的人占整体61.6%啊。哎，他们说5年后、10年后，哎，这些人的房子就会被拍卖啦、啊，因为付不起房贷啊。因为吴立华三等车是过来是财政部，另外三等车但是么一些车，心情安泰那些，而且成了那三等车也倍数，或者什么三等车又跑到现在倍数，我每年会三等车就右边的倍数，因为他们买车，一些车就心情安泰，以前那别的三等车右边那三等又跑去倍数，买车那大些，对了，对啊，搞没三等车。我现在咱们等着，刚当把便宜来模型的，阿爸也不是那便宜。
得到一百点新闻的中国时报，然后来听说总统你们上面登着五二零，你们上面的下来是不打，阿来都对那样登着，马我带现在放那些蹲了，得到他们登着对方啊上面登着，阿拜现在的马总统估计走啊，因为说阿不西，我到他们的到那位是不打走，得把进攻诶阿支持那上面登着台湾，国国内登着说真的现在二零三零年了没有，我还是说现在么古热带现在的马总统在那走啊。马个三代人把搞过的啊，三分之一，啊，这是买单的。那国家都三代人在做，都要发现在免费在现在么？哎，么那现在估计的马总在现在走啊。哎呀，对，是说现在如来，没有在现在做么用？如果赛亚子在现在，如果如旧赛季慢慢是便宜，来有说那东说哈，得别了。因为三代人在做，现在说农农家代人在估计的马总哦。哎，那国民健康属于现在的内部。因为我在那上面在把奥斯上满年的在那上面在别的多年的背书在现在恢复，而他们现在就建设就用入赛亚洲在现在西如果赛前在把别的把建设那里，我就说没那么在在每米在现在工艺上和 idea 说背书在那上面在滴滴答答那个。台湾人在现在到一时间的等他们等着说，台湾红爱妈们等着，不是大叔，妈妈在现在，我也去不能在现在，我过，因为在现在也是带你带咱们带带现在，可能跟那瑞穗马丽云部落，买家比他们带的买人买大，我们过在现在说，萨克莱亚建造阿富阿富，比他外面在现在说，甚至乌带现在入音。那么买建筑物代的不是那样，等着那能不能代发呢？那他们那里买着买在现在第十二届二零一二年的现在金鹰奖，买着买在现在说电音歌曲奖项，三十岁间等着回来买单的，没得外面在现在物代又不他们毛不建筑课程，买着丢他们等着毛不建筑希望，因为在现在做些真的等等等那那么多么呢？啊，等于等着等那不？啊，这么买着现在的，也在现在反过来呢，俺们的阿莫啥等着干当。放空了，来自花莲瑞穗马绿与部落，五合的孩子及阿富，马希扎杜基阿富努昂昂努马古。谢谢主办单位邀请阿富来谈论故事与情节，欢迎收看这次岛屿时间。我们欢迎阿富。那刚才的 rap 很精彩，请问你花多久时间来先写？一两个小时，蛮厉害的哦。不不，蛮好，更厉害的。讲到 rap 哦，我们一定不能忽略一首歌叫 Zarin 水，因为水呢，水呢这首歌它获得第十二届的金音奖最佳电音歌曲奖，里面的 rap 编写以及演唱是由你来演出。那我们来讲一下，什么因缘际会之下接触这个作品？过去有参与一个课程，母语电子音乐课程，那时候是阿豹豹姐她主办的一个课程，因为那时候母语电子很开始慢慢起来，对，就是豹姐她带起来的风潮慢慢起来，然后那时候我们想说想要去上这个课，然后去听听里面的老师，因为我们那时候看老师阵容很厉害，阿豹啊 ，Embrandy 啊，黄少庸啊，那时候那个课程有一个主题就是拉伦的那首歌，他那首歌的编曲就是那一次的课程的主题，阿豹就给我们底下的学生给我们一个功课，这首歌是这次课程的编曲，然后要我们回去用母语去来自己介绍自己的名字，就录完，然后就到课程现场放自己的功课，然后报纸就听到我这边的时候，那时候我就唱那以后沙利嘎嘎吉玛利亚阿富嘎咕的时候，那时候报纸就听到的时候，他就笑了一下，我想说应该是对他来讲还好吧。后来那个课上完的时候，豹姐就主动说找我说要不要来制作这首歌，然后想要加入我的声音，这样跟她一起
这首歌就出来，因为他觉得我的那个旋律跟声线很有趣，觉得很适合这首歌这样，然后又很洗脑。那你现场来一段好不好？奈何沙里嘎卡奇玛里扬阿夫嘎库，伊朗哒哒哒，尼亚鲁努班扎巴格朗。啊，对，就这样。哎呦，我后面好像有点忘记了。那其中歌词哦，有一句叫做“不听话的阿夫”，长辈是这样说你的吗？过去长辈是这样说我。其实我过去有一个称号，叫做危险人物。小的时候，长辈都会跟小朋友说：“哎，哪一个不能做，哪一个不能做。”那很正常，小朋友会跟着硬要去做。可是我是那种，我做了受伤了，我还是要去做那个同一件事情，就是不听话。老人家讲话都不听，就会他们有时候也会用唱的啊，玛丽亚姑什么什么。那时候我的名字还比较阿富的时候，所以拉伦这首那个奈何沙里嘎嘎奇玛丽亚阿富嘎姑，那时候我就是回想以前老人家他们有时候会用旋律的方式去。就懒得念了，懒惰念了，用这种方式，然后去说来讲述，就是不听话，然后用唱的这样。我们现在看到你呀、啊，其实已经跟了非常多的天王天后一起合作，你能分享一下有哪些人跟你一起合作？那时候合作的话是 Brandy 带我去参与，是今年的在北流办的猎人祭，那时候就是所有的原住民聚集在一起，然后在北流唱，然后那时候我被找去。合作就是和声，然后有跟张惠妹，我第一个吓到张惠妹，动力火车翻译成，还有 Matska 常常合作的哥哥，然后还有佳佳，就很多、哦、我忘了，这真的太多了。然后啊，三不一也有，对，葛西瓦也有，对，很多这些天王天后等级，现场真的是太棒了，尤其是张惠妹，哇，跟她同台的时候，我想在台上直接拿手机直接这样拍，我不唱了。认识这么多厉害的哥哥姐姐，你有没有在他们身上学到些什么？在他们身上学到就是在舞台上的台风，还有一些技巧，还有在创作上面。因为有的时候你我在和声，我会去看他们的歌词，他们所写的东西，我觉得那个他的词汇也影响到我在之后创作写词的方向。尤其是鲍姐，就是在他身上学到真的太多，无论是现场的 set。他非常清楚知道他要的是什么，重点是他在音乐上面跟创作制作上面他都非常清楚，然后我也是在他身上学到这一点，所以我在之后的创作当中我一定要先清楚知道我的每一首歌要做的是什么，而不是盲目的去做。那你最近啊也成立了自己的音乐品牌，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我们的团名叫做角落音乐，最近有一首创作曲叫做低收入户。事情难得到我，原住民天生强大不脆弱，生活再怎么辛苦照样过，就算跌倒还是站起来走。哦咦哦呀，事情总是让人烦。我自己过去有在南港教过课，教过跳舞，那些孩子们都是单亲家庭，有的是低收入户，我还去拜访过他们家里，真的就是很破旧，然后妈妈或是爸爸一个人带孩子。我把这个感受就是写进这首歌里面，所以这首歌叫低收入，是想要鼓励他们，无论哪里跌倒，你就会在那里坚强起来，就用这首歌来鼓励他们。回头过来要谈一下你的背景，你有待过部落吗？还是你是都市原住民？都市原住民，新北市树林区，从小就在那边待了。那你目前有一个正职，他工作是什么？装卸柜外包人员，在冷冻库里面搬货。那你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认识于？位于玛丽云部落的干妈，在2015年的时候，就是现在我的干哥哥，我的哥哥，他那时候就找我去，就是瑞穗玛丽云部落，要不要参加一下我们的丰年祭？去参与的时候，我真的是第一次感受到部落的团结跟力量。我的朋友就是我现在那个哥哥，他介绍他的妈妈给我认识，我就跟那个我的干妈。就聊天，他有问我说：“哎，你是哪里人啊？”可是我跟他说我没有，就是没有属于真的，我觉得自己的认同是已经没有属于自己的部落。我们家里就是都市原住民，所以那时候我回马林的时候，干妈就看到我，他就收留我。他说：“你应该要来马林这边，来加入这个大家庭。”那从此以后，整个部落都有接纳你吗？哦，接纳瞬间的那种，就是马上就接纳这样，然后也是说：“哎，叫舅舅，叫舅舅这样。”因为外人来嘛，然后来加入这大家庭，然后我也是叫得很顺，叫舅舅、舅妈、阿公、阿妈，然后最感动的是阿妈也是，因为阿妈走了，阿父就是他帮我取的。通常阿妈会帮你取母语名字，就代表他已经接纳你这属那，真的那时候就很感动。
听说你还加入了马运云的年龄阶层。我们这阶级的名字叫巴拉马赖生活队。生活队在做些哪些事？就是在做一些可能我们要报讯息的时候要交信物，我们要去砍一些老叶，然后槟榔，看会场就是协会有一些米酒，绑那个什么尼龙绳绑在上面，要交报信物。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巴拉马赖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前一天晚上要做，隔一天早上要去报信物，去别的部落报讯息。哎，我们有丰年祭啊等等之类的。你说过你很常回部落，对，有多长？只要如果有表演，中秋节，妈妈想念。哦，有空挑个时间哦，有空就回去。啊，有时候回去的时候还不会跟他讲，我们不会跟妈妈讲说我们已经到部落了，就会故意给他惊喜这样，对吧？那个时候真的是让我觉得我好像真的有部落了，这真的是我的部落，所以我很常回去，很珍惜马里云部落，对吧？好，我们接下来要介绍一个族语老师，他说他常常看到你在部落里忙东忙西的，可是好像没有真正的见到面。那我们目前来欢迎他，来跟我们一起对谈。Okay. 欢迎老师。你说爱阿宾老人，那我个个爱在对面阿掉，买只都干么？只伊咪妈要个个爱在带你个个对呢，阿干么跟你下，不只拜多阿关的咪大只阿不安。萨提扎亚在2007年才受到我们的官方的承认哈。我们对于它的主要的分布啊，有点好奇，请老师介绍一下。现在的萨提莱亚族的部落呢，是花莲最大的那个聚居是在达古福安。然后是新城北埔的部落，就是再来就是我们马里云部落，还有东海岸的基奇部落，啊，新城北埔这样子。那萨提扎亚还有一个别具意义的一个祭典，叫做火神祭，是简述，帮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在140几年前呢，这个清兵入侵嘛，入侵到部落，那整个部落的族人呢，就是被灭族，那剩下的这些幸存的族人呢，被迫隐居在阿美族的部落。火神祭呢，就是因为要纪念这些祖灵嘛，就是每一年哦的10月的第一个礼拜的星期六，就是我们火神祭的这个一天。对，老师，你在部落有看过阿父吗？有，对，这很少了，因为我都在北部嘛。其实联络的机会，就是因为阿父他自己做歌作词的时候，那会帮他一些就是主语的部分。可是呢，阿布，你有一个就是让我很紧张的部分，剩下2天的时间，老师你帮我翻译好不好？我不得不翻译呢，阿布，你会要早一点，这个老人家有时候来不及，但是我很开心，我帮他们翻译之后呢，他们唱出去的时候，听了自己也是很感动，对，真的非常的感动。对，那问一下阿父哦，像你这样在都会上班长大的孩子啊，你是透过什么样的管道来去学习族语？就是回部落。为什么一定要回部落？真正的根就是在部落，你一定要回去。如果你在北部学的话，你的口音，我觉得我相信一定也没有在部落这么道地。我觉得这很重要，就是一定要回部落。你一定要跟长辈聊天，你一定要在那边寻根，然后要知道部落的事情。老师，你说过后这集后录到最后，你有可能会想哭呢，是为什么？因为我听到那个这个小孩子的故事啊，他不怕累，不怕辛苦，不怕苦啊，不管你看冷冻的地方，你知道多冷，他还是忍耐。这种的工作真的是蛮困难的，我听到真的是蛮感动。那阿父，你今天有带来一句你的金句哈？我的金句就是所有一切都是得来不易。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触？在音乐路上，我觉得我真的算蛮快，像遇到阿豹、豹姐、Brandy， 然后还有 Maska， 对，我觉得这些都是为我在音乐上面都是开很多扇门，让我去认识很多音乐的音乐人，很多认识一些很多音乐的管道。然后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得来不易的。我会有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会再回来的问自己：我有这些东西是理所当然的吗？我有这些东西，我是必须要更努力。而且我看到这个。所有一切都是得来不易，我也是在圣经上面有看过得来不易这个事，在圣经上面都有教导我们，就是他所给的都是得来不易，所以上班就是要努力嘛，你才有薪水可以拿。为什么人家比你多？那就是因为他努力，所以他得到这些薪水。为什么要有高薪？这一切都是得来不易，因为他是靠他的双手辛苦赚来的。对对对。好，老师听了这些有没有要回馈的？啊不。
在工作的当中，也或许你会遇到困难的时候啊，有时候可能也是心里很难过的时候，我是想要唱一首歌给阿父。哇嘛啊，福哈登法路走阿姑，哇嘛啊，福哈登法路走阿姑，你知道这个意思是什么吗？这个是意思是，因为我们都是被上帝爱的小孩子，我们也爱上帝。工作有时候真的很辛苦，我只好用这首歌，就是把我们的心打开，打平安喜乐就进来了。那接下来老师面对他的金句呢，我们希望你把它来转译成我们撒尼扎雅语。所有一切都是得来不易。扎爱古达达尤门阿马拉古扎那扎那，这个扎爱呢就是不是古就是阻隔哦。再来就是达达尤们，就是很多事情真的是很难很难做到，但是我们要忍耐。再来就是阿呢，就是连接词，马阿拉就是得来，姑就是阻隔哦，扎那扎那就是所有的一切，扎爱姑达达尤们啊，马阿拉姑扎那扎那扎爱姑扎爱姑。达达尤们，达达尤，达达尤，达达尤，那个音怎么？达达尤们，达达尤们，阿玛阿拉，阿玛阿拉，古古，扎那扎那，扎那扎那，扎爱古，达拉达拉尤们，阿玛玛阿拉，玛阿拉玛阿拉古，扎扎扎南。渣男，渣男啊！渣男，渣男啊！有，最后那句就标准了。你给几分？80分，哇，那高，可以讲吗？就不错了，年轻人。我们谢谢两位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录影哈。金句呢，还请老师要帮我们再翻一次。阿父，你先请。所有一切都是得来不易。在爱故难得有们啊，马拉故渣男渣男。谢谢老师，岛屿时间，我们下次见。好，朋友们，等一下，好，大家新闻，等一下，你们好 ，F 台新闻内容。好，那么上面等一下说原住民族语言发展法，或者现在国家语言发展法，你有专门等制定了没有？因为国家在现在原住民，二十三天在做国家在现在发展。因为人民会被他合约做，用在现在么5月16日，印尼咱们大人在做地塔，用在现在中央部会，我们等在热情的机，现在同步口译，现在是为你上等在开。因为人民会主委一江巴鲁尔为民代现在就为亚代现在阿密斯河为师傅的用代现在就为你开启的那波因为我们代现在热情半天年我们代现在不要记我们代现在我跟了小环境第二天被来一地州因为没有那些没亚代现在台湾族塞特克族和我开案啊我不读今我们代现在就为民代现在也和我现在代主还我们等着多么是个话我们等着翻译因为中央部会我们等着做起来我同步口译我们在讲等着欧尼开议因为我们等着5月16日我用在现在人民会一起讲的了阿山山他们的那种好的地塔瓦山路我们等着内幕会我们等着地塔起码就做嘛也让我们等着雷叔的那种我们等着要塞乎因为满地上的我们来说哎原住民委员会有让我们去参加口译训练，对同步跟逐步的口译，所以我们会懂。在一个同步口译的同时，我们知道它的关键字在哪里，那我们不能忽略的是什么？然后呢，他们所表达的，我们一定要达到。我在学习主语这一块哦，长达10年的时间，然后又有老师们的提拔，所以我在做在原民会做这个。主管汇报口译有2年的经验，可以看到在场的所有的全部都是年龄比较偏长的。我觉得，主语需要传承。因为在现在就原住民语言发展法、国家语言发展法会相当规定的呢。而现在政府机关
曼迪亚省是他们等于说标准的现在同步口译设备，他们的多年是会啊，对他们等于说，我们把它打得策划，他们等于说生产有啊。我本来说，因为人民困难你得做，他们等于说不要哈。人在现在说，我哥说他会用，对他们等于说多年的背书呢，现在注意口译，他们的古典是他们的。人民的行政机关，他们上等者，外面的现在我也好，对他也好啊。啊，等于，也是说在那么等者说，外面的我也见着可以人，也说背书黑，也做，也么的那上上等者的内部，况且我们等者，但是面的现在带着他的 A 股，没那上等者那诺阿古迪啊。其实你讲差不多二十分钟，你就会觉得哇，好累，我就想要换人了。可是我们是两个小时一个人撑，然后那个费用只有4000块。那英文的同步口译，他们好像可以喊到10000到12000。当然，我们希望能够符合现在的翻译费。对，英语的、国语的、台语的、闽南语，都包括原住民的语言的。所有同步口译的口译人员的费用是要应该都是同一个标准，这样才是符合国家语言的政策。同样的同步口译的这个口译费用，不应该不同的语系就不用不同的这个待遇给他们。因为在现在法律制定，说设备人力不会降低这标准，也没有在现在就为了口译培训。你知道我们等着，二十八们等着，我们那的那们等着，我要你，哎呀，要带现在回呀，啊，等下等下哟，免得什么等着，没得到毛不见着说各机关和单位，他们都是催逼的说，我要带现在原住民，我们等着那屋子里，他们都是非的现在说口译人员，能带他们等着说，我咋有啊，他们的都是你好，哎，让我们大家心里背书，好吧，不准别你。我在上面在做没有耐心在数位学习，那么在做就讲没讲到的什么？现在台南的扎木部落大学，明年就开设的现在数位学习课程。因为在现在做慢慢的内部，明年买让我们的地在现在 AI 科技和现在自媒体，而是在现在做买了要去买的嘛，等在做买不建在软体，而是现在做要强等在原来两等在。贝拉希望得你。还是在周肉了，上等那那比等待现在数位科技，还有你们上等在马德公那的马总那边有肉，俺们的奥氏上等在做地塔，我们那一面在现在了，也需要慢慢肉，等下谁个做？哎，现在执行应用，哪能像刚没有生的？哎呀，谁个做没等哎？啊，那老板上等在地塔，我在上等多年走，俺们等在没得地塔，在现在么新科技。然后扎木部落大学明年开设的现在数位学习课程，非带项目等这些把车位建在 AI 科技、自媒体、简易建在做设计软体，没他们等在做奥数他们等在美美的压起，移民的他们等在做那弄的这些把车位的内部，他们都不等得起哇，原住民这种蛮难去啊，买了又不报名。因为我本来就是在做社群媒体经营跟公司的行销，所以其实在对于这次课程，像 ChatGPT 跟 Canva 的话，就是其实都还是有在使用。比如说办一些活动，或是产业，或者是我们在我们都市原住民来说，可能会设立一个族群的话，大家需要什么，我们都可以用这个 LINE 的社群，然后让我们推销自己。因为台南我是买一张嘛，所以我们等于在做我们的周边的是服务的内部，而现在文化课程我们等于在不是简单的安排，买了现在数位课程，啊，我们现在现在扎木大学，我们的奥数我们等于在不得是把不要还记得还要把做一笔，因为台南省人民会我记上等于在做，多年的背书的内部，而且成了做，因为在现在做数位科技和买卖肉，得了没了。移民在现在文化产业的原住民得没得熬出去做嗯。数位计划哈，一直是我们扎木部落大学的一个特色，因为我们离原乡比较远哈，所以我们在产业上面我们会有一些没有办法着力的课程，但是我们在都会区，我们在数位上面的课程设计，然后比较能够跟着时代走。原来现在来嘛，最后呢想不到把这一笔用了做。明天咱们等着奥数在别来本爱现在社群版面，
莫言的妈妈等着说带入个几米奥斯呢用在现在网络时代里哎你不阿姨成了是走别了阿三三他们等着说别了为米带现在说新科技把欧式叔叔那天他们等着下给我说带现在说要放了阿爸也不准的便宜昨晚的主持人呢，现在是南丹在所重要的那部，那高雄一所大学传播与现在设计原住民专班，那同时买单的明年北美带现在的麦西和蒙布，那买着现在主题，也对啊，买南丹在马斯克基，南丹在第二代机嘛就出嘛八车币的走啊，这是买单的，俺们到了八车币，那俺们等在以后带现在回来那买单的。有没得想到在说，马尼基西外地诶，马就做嘛当内部。那一些点呢不，啊，是因为现在一所大学传播设计援助民主专班毕业生，诶，两等在掉掉。但同时买的呢，明年咪在现在买的么东西，么买着现在奥斯内希瓦，诶，那奥国，明年为咪的么等在，我那些是没采访的，也是说当内部。爱的是他们带人家做，也是去买就出嘛。把大部分的天，他们带人家做好啊。哎你不，爱你他们带人家做，莫西诺他们带人家的阿三三诺去买单哎。明年做伊咪带现在亚青诺他们带人家做好啊好好啊。阿只些上带人家恶过，要么毛不钱他们带人家做好啊。莫伊咪带现在做舞蹈、影像，那这些真的呢莫。阿只带现在莫毛不钱他们带人家做，马就出嘛，人家才能带人家掉掉。我的爸爸他想，其实也想做家族谱，只是因为他的身体不方便，不要忘记自己，也不要忘记的你自己的家人。如果你跟他如果不熟还是不怎，就是没有很亲近什么的话，你也要主动去认识他们，因为他是你们的家人。因为家人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事情。我这个人比较内向，所以我比较不容易把自己对外界的不公啊，或是对别人对人事物的一些。比较愤怒的地方去用说话的方式去表达，所以我都很喜欢用音乐来去表达我自己的内心，就是用音乐说话。我们总共有十个人，分为七组，包含的类型有音乐 MV 创作类，还有品牌建立类，以及 YouTube 跟 Podcasts， 还有纪录片类跟田野调查类型。每一个作品呢，都会透过就会传达出他们为部落、为自己的环境、为自己的生活努力出来的结果。用的项目等着八十倍买单的，我们都不懂的项目，马王哥和马南项目的路，我等的项目都你和鼓励你，用的等的项目等着多得力，而这些项目等着我过，二十倍的那一项目等着就多很多你丢在去嘛就做嘛，因为马美亚项目的那个改不，因为风格的现在原住民的别那么等着很早打得少好啊，用的现在我那么不是明年那一项目等着没得那些我过，因为那些。我就说现在 AI 科技，马个上等着把一万不等你丢得起拿出去。就像我们这一代，哦，都没有说要有心要传承。好在啊，你们下一代的有心要传承这个原住民的文化。我会特别期待我们一所大学的原住民哈专班的同学哈，他们甚至可以把 AI 也把它加进来，让我们的这个原民的文化。艺术不管在传承或者在保存方面都能够更发扬光大。黑的丢那么就上到人家十吨的东西，还没那么大人家就磨磨呀，一下么大人家灭灭的。每当个还没有上到人家手都丢那么大人家就把吹皮当么大人家不同的。而且吃也么马就真的吃么大人家马就吃嘛，么大人家吃那种感动回去爱的，阿爸也不讲别的。那成功大学的考古学研究所，你对不对？现在希腊雅族的部落发展促进会，人家当然要等着说啊，在红海下面等着，奥斯纳的现在希腊雅族去那嘛那嘛就是嘛的热闹，伊咪在现在对方的计划起码就是嘛，别了嘴皮，伊咪在玩呢，伊好耍，来你有你来你咪啊，伊咪他们买着红海下面等着，文革的希腊雅。哎啦，也晓得考古，伊咪的酒啊，黄灯子肉，也一么马家村的酒灯子，么啥杂饭好，菜好好，各种，阿茶熟的多呢。特别来人家肉，为了阿山山呢，有年来现在小龙，我说了，等等等的鸡，遐十个钟，俺们都乌鸡的鸡马就出嘛。因为成功大学考古学研究所，
会诺西拉雅族部落发展促进会明年一步步后，一年等着需要一些在西拉雅原住民考古工作坊，合法一项等着做，红外一项等着都要发的九万几马就做嘛，俺们得了把油不好，俺们得买一大马就做嘛。我在做研究的时候，就只有用荷兰时期的史料，就比较没有到这个考古现场。但我觉得，就是史料真的要就是结合这个考古现场挖掘出来的东西，才能在就是双重的去验证。我自己考古现场是一个蛮大的范围，然后是很多人会用刷子在那里刷，然后发现就其实是一个洞，然后洞纹路拿出来，然后就放进夹链袋里面收起来。然后承担了考古 AM 的艺术大，我对不对现在做的呢？哎，阿达一下是一米几，每米带现在每年五米带现在，为了为了那西拉雅族建造小龙，那侬想等着多年做单嘞，一年五米带呢，安那把有年的暖闹，用得到那不？一年我们等着做白呀呐，每带现在买不进的青铜、铃铛，阿只带现在阿拉出去嘛就做嘛，用得每只建造做考古去嘛就做嘛，想到了大山上呐。你专门带人家背了随便呢，阿山上的红果带现在西拉雅，直接物质的一个发掘。我们比起可能历史学或者是比较文本比较多的科学而言，那族人能够来到这个地方，亲身去参与我们的这个发掘活动，他可以看到、摸到，然后观察到他的祖先以前在用什么东西，他们以前的屋子啊，他们以前的生活的一个形态是长什么样子。回去祖居，然后涉及。希腊族人在这个地方常实现活动存在的目的，然后希望能够促进希腊族人当地当代的身份合法性的这件事情。因为考古工作坊一年等着希望挖起水走的那么等着我烧了那么等着弄到几几杠我们到这一位现在小龙社那苗生的兄弟一面在现在等着都要把他接完几万就走嘛，一面在现在挖呢以后啥来你有你那就真的吧也没毛不见着奥斯纳俺们的因为我们的红海文革的希腊亚族那当然不用的一些台南的计划当然不我们等着我记得是马出出马阿爸也不见便宜俺们的阿爸为什么把一段新闻当然走阿爸是那个是那蛮松手走阿爸也不见得那好